约榜大明星第二季首期录制路透曝光，由我们万事帮帮主大黑牛带领乔欣等众明星在学校的操场上参与背对背夹球游戏，现场围观人员在旁加油助威。3月16日晚，星宿互动体验式真人秀《约榜大明星》第二季在上海举办开机发布会，宣布该节目由怡宝总冠名，并将于5月11日强势回归。发布会现场，李晨、乔欣、杨廷东、袁成杰等万事帮成员悉数亮相，引来粉丝尖叫不断。《约榜大明星》告别了第一集的拍摄地北京，以上海为大本营。一向以成熟稳重形象深入人心的李晨，此次在节目中化身万事帮成员，作为有阅历、有威望、有正义感的他，如何在节目中运筹帷幄？李晨在现场帮助学生减压大作战。站出来，来，站住！没关系，真的，你们今天跟我一起把老师怼完，咱们就转学了。我就带你们去另一个学校怼老师。就是好，好，我们会永远成为高三，怼完上海就北京。我怎么从哪来的？哪的？你是自己。欢乐颂舞美中关关的扮演者乔欣也加入到游戏中，看起来乔欣为了赢得游戏真的是很拼呢。约吧用纯纯的爱心打造一场美丽的帮院行动，这场不负好时光的约院之旅值得我们期待。腾讯视频独播，带你约起来。